退货的话，那个装箱视频给你说一下。你先首先把这个轮子拆掉，拆这个后轮的时候，这个底部有一个可以按按钮，这样按了之后可以拔出轮子来。然后这个也是按按钮拔出轮子，前轮是侧面，这里按了之后拔出轮子。这个轮子拆掉，轮子拆掉之后，这个原来的这个保护的一个这个棉套，这都套上。然后这个把扶手拆下来，扶手，然后这侧面按钮下面可以拔出，收起来。这两个后轮是放在下面，这样，两个后轮这样放在下面，然后前轮放在下面一个，然后放在上面这个位置一个，这里。这样，那把说明书上，那个箱子底部有两个托，里面放的时候，这个那个托的位置是托住这个高的这一面，低的这一面是不是那个托的位置？这个高的这一面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是放托的那个。放在托儿那个位置，哎，这样对应的，对应，看啊，对应放一个。最后把礼品放进去，然后放好之后封箱就可以了。